通知，通知。吃到饱，这样究竟吃几道？这是第一次呢，来到桃园的夜市。那桃园的夜市其实好像比较知名的话，就有三个夜市：桃园夜市、中立夜市、中原夜市。中立夜市的话，是我个人第一次来的夜市。听说这边有超级多知名的排队美食。上次下雨的关系，所以有很多知名店家都没有开。然后查好今天要来，刚刚我们走进去稍微看一下哦，我最想吃的简师傅好像没开。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，Go Go！第一站就是这个马路边，就有一家日宝葱油饼。你看看那个排队的人龙，就知道这家一定很厉害。赶快！我们要正式来开吃这一家日宝的葱油饼。刚刚想要每一个口味都买，结果他说猪肉馅饼已经卖完了。然后先吃吃看他们家的葱油饼，感觉馅料非常的多。很香哎，葱的香气超多，超满足。然后外面有那种胡椒香，酥酥的，然后里面又是软嫩 Q 弹的感觉。哎，葱超好吃的，好香哦！哦，好看，好好吃哦！我舍不得停下来。我现在试吃看看那个牛肉馅饼，它感觉是皮比较薄的，然后外面煎的两面都很酥脆哦。好看，哦，喷汁，喷汁，很好吃哎。你的衣服，怎么办？它大喷汁哎！我刚刚直接喝那个汤哎，你看它像小笼包一样，咬一口然后吸它那个汤汁哎，太好吃了！怎么还有汤汁？好扯哦！这是我吃过最多汁的牛肉馅饼哎，这家一定要来买。你不要觉得我浮夸，你试试看，我想要吸，要吸它汤汁。你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好吃？我跟你讲，这是人生吃过最 juicy 的牛肉馅饼。你感觉出它非常的细心在揉这个面，然后它很用心在对待这个食物，满满的爱。老板，我爱你。中立夜市第一家就让我整个受不了了哎，带着这个 emoji 意的心情继续前往下一家，碰到在地的弟弟，所以我想问他有没有推荐吃的。黄金 QQ 球是你觉得好吃的地瓜球？对，它是。算是这个中立夜市里面最好吃的。哎呦！耶，这家呢就是刚刚弟弟跟我激推他人生吃过最好吃的黄金 QQ 球。这家是李妈妈，看起来超级圆润烹饪。哦哦，喝啊喝！我很喜欢那种酥脆感的，它外面很酥脆，很好吃。我是要搬到中立，很好吃哎、欸。中间那个空心感觉很大个，可是你一咬下去之后，它看那个中间的馅就会开始有点 QQ 的感觉，然后越嚼越香。有应该有一或二哦，还是再买一包。今天一直狂买，有来一定要买来试试看。我们现在有一个30块的扣打、欸、打香肠，只要有4颗加总70分以下，20分而已。其实了，70分以下才有香肠。对啊，我尝过一颗，哎也不错啦。这真的有人可以这样赢吗？相信你的运气啊，已经50了，100，又是糖果一颗。好了，这真是运气耶。这要是直接大爆打，是不是？有真的假的？140。人生第一次打香肠就上手，因为它一只也要卖35块，小赚5块。嗯，靠自己劳力获得的，真是不错。老板，你有遇过有人在打20条的吗？最高分上面有写。哇，他说540打20条，哎，然后有酒味的，酒味蛮重，我蛮喜欢的，很快乐哎。然后刚好呢，那个打弹珠台旁边就有一家。
也很有名的瑞记排骨酥，去买来吃吃看，走吧。来为各位展现一口吃排骨酥，倒霉倒霉，太大口了，没办法一口塞啦。里面真的是排骨酥哎，因为它好像有腌过哎，我蛮重口味的，哇，它像三层肉拿去炸的感觉，因为它中间有那个肥肉，还有一点酱油咖喱的感觉，酥皮我觉得是很好吃的。但我第一次吃一个排骨酥需要分到五口吃，太大个了。你试试看，你觉得是你的菜吗？这是偏重口味，嗯，还分出来分到我脸上，直接送我一个字，姐妹。嗯，我在找那个龟啊条、小马冰粉。哦，前面吗？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有开有开，太好了。好香啊！真的超级香，它食物味道香气先到，它是那个锅气真的是火味，翻炒那个哇，光闻那味道一定好吃。一拉起来那个烟，我点一个有小辣的。太好吃了吧！噔噔噔噔，这神龙神龙的锅气怎么这么十足啊？中立一定要来吃这个哎、欸，然后还有两个很大的虾哎、欸，虾很嫩哎、欸，盘又嫩，但没有老哦、喔，感觉是乖的哦、喔。嗯，我有点滑蛋感哎、欸，这种看起来很简单的小吃，但它做的一点都不简单哎、欸，好好吃哦、喔。这个我是第一次在夜市里面看到有粿条，等它走应该会爆酸哎、欸，它二头肌不得了，老板，我是 respect 老板，它就一锅这样狂炒哎、欸。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它有那卖糖水，料超多的哎、欸，而且蛮大碗的、欸，怎么办？每一个吃起来我都会笑出来哎、欸，它是那种古早味，好吃，不知道怎么，这有一种皇帝的享受的感觉。你们之后夏天来就觉得太热，这样子搭很棒哎、欸。因为他这也蛮人性化的是，他说你先拿号码牌，然后他会在那跟你讲说待多少时间之后再过来，我觉得蛮不错的。来，你在在口音乐控制哎、欸。哇，哇，大家可以找老板来尬舞。如果有机会来东夜市找青蛙哥，我第一次不需要酒精就可以跳舞。好，接下来这一家呢是刚刚有在地人推荐的那个大甲芋头球，他说这个甜品很好吃，五送一。嗯，我是被音乐控制哦，好吃哎、欸、哦，它的芋泥啊有一点甜味，可是不会太甜，然后很饱满、欸、你看那个馅料超多，然后外面有点薄薄酥酥的，而且我觉得它很扎实，真材实料。嗯，但是刚刚我是跳太嗨了，所以我现在需要来一杯镇定红茶。刚跳得太渴了，赞哎、欸！柠檬跟红茶新鲜的味道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开心。哦，不行不行，在这边我会无止境地跳下去。哎、欸，黑糖珍珠鲜奶，然后它这很特别的是，它黑糖它有在烤过，吃得到那种焦糖感。嗯，我吃到那个黑糖的那个烤焦脆片，好吃，我好幸福哦。甜度算是有甜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黑糖味我很喜欢，推荐蚂蚁人，很喜欢那个上面那一片脆脆的，它还有加芋泥的哎，哇、啊、谢谢耶，直接我的芋泥，它甜度不会很高，哦好吃，有料很扎实，哦好搭。来自唐伯虎的糖葫芦，我来试吃看看。嗯，觉得这家蛮贴心的，它跟韩国的糖葫芦异曲同工之妙。韩国糖葫芦都很喜欢下面有加这个小杯子，然后你往上推的话就不会沾手，不会黏黏的。那，嗯，像我目前那个第一名好像是基隆的那个糖葫芦，真的太猛，酸甜的好滋味。因为刚刚我们就看那个简师傅呢，今天不巧就公休，然后我刚刚就有特别查说，哎、欸，这家麻酱的臭豆腐也很好吃，满满的人潮。这家呢麻酱臭豆腐，他说百闻不如一试，一试成主顾，先吃大肠。
哎呦，有辣哦，啊，小辣，超辣，啊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哦哦哦，这个鸭血，这鸭血很好吃，它完全没有气泡的那种，然后也很厚，哎，它其实料超多，哎，满满的鸭血，臭豆腐呢？哎呦呦呦呦呦，有臭有臭，这个赞的，每一个都是扎实好吃的。嗯，我跟你讲，这浓到很感觉就很够味。我喝喝看，等下汤是厉害，有臭豆腐跟鸭血的味道，臭豆腐味道很重。兄弟夜市怎么那么厉害？有点太对我的胃了啊！那好想吃，你吃过那个简少啊？不是简少年，你吃过简师傅的？你来比较一下。它吃起来，它其实跟简师傅的那个重口味是很像，因为我那时候是很喜欢它重口味。嗯嗯。可是我觉得两个好像其实都可以耶。爱了爱了。有人完美避开完整的豆腐，我就挖它的边边角角，我说什么都没有。我所以它真的是很能藏哎，这么厚实的哎，把它藏得这么密实。好，接下来吃的这个是豪记咸水鸡，听说这家也算是名店，吃它是油鸡的版本，哇，看起来就是很嫩哎，无骨的哎，赞，我来吃，嗯，这到第十家了，还有这种反应，我觉得厉害哦，哎，有嫩哎，然后它本身就还有帮你拌笋子，我点了花椰菜，然后高丽菜，就是清凉脆爽。嗯，而且我觉得老板很牙刷系，就很贴心，就是他都一切可以客制化，清爽一点，一般口味还是重口味都可以再调。胡椒味我觉得算是蛮多的，但是就是有清爽，又不会太咸，这家收入口袋名单内，好吃。好，接下来吃石头烧饼。我点一个卡士达口味的，他说卡士达是他们老板自己做的卡士达酱。嗯，那个奶油很 cream 哎，很浓郁的味道。它其实是一层薄薄的饼皮，脆脆的。哦，饭后点心都很好吃哎，有点像是吃奶油饼、车轮饼那种，可是它的皮换成那个可丽饼的那种饼皮，然后是煎的比较脆的。中立怎么那么多可以推荐的、啊？而且这个东西都是跟别的地方有点不太一样哎，它是花生芝麻口味。这个又有点像是中式的点心的感觉，红豆饼那一类的，然后打成薄皮的那种，然后花生玛吉，然后又有点像中式大饼那种芝麻烧饼，对对对对，那种不错不错，还有五颜六色，水花，有人疑似放了水滴，想说哪来的音效呢？香香，我们没有人敢承认，不知道是不是鸭，是不是造谣怪耶？会不会就是他本人？他在掩饰这一切。这是我们家水冰块最爱的温豆花，本源 QQ 冰，好可爱哦，很有童趣感哎！你看这颜色多缤纷亮丽啊，很勾扎鼻耶，莫名的刷嘴，它就是本源冰那种红糖糖水的味道，啊，舒服哎！因为我妈以前都会去市场跟我一起买一包一整包 QQ， 然后拿回去。他会煮给你吃。我的夏天，刚水皮怪有点打坏这个温暖的回忆。你自己打破的，怪我喽。今天也很期待的黄金锁，专门卖薯条，有地瓜薯条，这么大一根呢。我来吃吃看，我选的是甘梅地瓜口味。哦，地瓜超绵密的哎，然后它的那个外皮是不太会刮嘴的那种。当然也有点脆度，好吃哎，就那种细细软软很入手哎那种感觉，它就是感觉有精挑细选的谁啊俺江那种，谁不会俺江，对，好吃吗？一般的地瓜薯条、啊、都会有那种纤维，会有纤维，这根本是地瓜泥耶，很奇怪，它这种就比较泥状的那种，好吃好吃。我刚刚就是寻寻觅觅的这家携程的盐酥鸡，因为我太晚来，他们家很多东西都已经卖完了，但还是有咸酥鸡。好，所以我们来吃吃看他的咸酥鸡。啊，这样摆盘是因为老板是刚想说让我们这样子大家看比较方便。好，哇，好嫩哦，好嫩，
我不敢相信，我现在已经吃了第十四家，怎么还会觉得好吃？它这个是皮比较薄的，而且它感觉没有很油，有嫩度的。我觉得它的蔬菜蛮好吃，我是今天吃太多肉，开始觉得蔬菜好吃，好饱哦，快饱死了，我今天吃超多。好的，截至目前为止，我们中立夜市呢吃了14家。Oh my god！ 我现在是饱到要吐哎、欸，好像是目前夜市系列吃到最多家的。但因为我觉得中立夜市蛮好，是它很多都是小点类，所以就是可能一家一家东西就品相很不同。这里也有吃到一些可能其他夜市没吃过的，像是那个草龟啊条啊、石头烧饼，算是品相我觉得好吃的东西蛮多的。然后蛮符合大众口味，自己个人呢最推荐的日堡的牛肉馅饼，那加那个牛肉馅饼真的是汁多味美，第一次吃到这么 juicy 的，而且它真的是混得非常的均匀，我觉得很优秀。小马冰城炒粿条也很赞，也是别的夜市没有吃过，然后一定要点小辣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很够味。然后这次虽然说没有吃到点师傅麻酱的臭豆腐鸭血也很好吃，就是它一锅然后料超多，很多元，也有菜，都很够味。对，还有个黄金薯，我真的好多想吃的哟。我觉得黑糖鲜奶啊，它上面有加那个烤糖，真的眼睛为之一亮。好，我们再每个人选一家你最喜欢吃的。第一间那个日堡的牛肉馅饼，黄金薯真的好吃，喜欢呢。那其实大家可以来中立夜市门口就可以回家嘞，因为那个就在门口，蛮多家都在门口的，对对对，离那个街边比较近一点。那如果大家还有知道就是其他中立夜市的美食，欢迎留言分享给我们。非常感谢大家愿意留言，然后给大家知道更多好吃的美食清单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就下个夜市见喽，拜拜。